各位贵宾，请跟我一起欢迎最近崛起的运动明星卢彦勋先生。欢迎，你好，欢迎。卢彦勋这边请。卢彦勋，你有注意过这个人？有，英雄很厉害。是，卢彦勋应该碰到很多女生是这样，就是是因为你才看网球的吧？是吗？我不知道。像他这样女生，如果跟你讲说除了你之外，他就是没有在注意网球这件事的话，这样你会高兴吗？我很开心啊。可是你变英雄之后，我们才注意你，你不会觉得很现实吗？还好呢，不然你现在去满街找不认识的人注意吗？倒过来问的事情是，在他没有开始上很多节目之前，他有没有注意过小 S？ 嗯，都会啊，因为小 S 的新闻很多。哪一则新闻你最喜欢？哦耶，应该是家暴。你知道他每次到新闻的时候，你都在想说他很色之类，还是你真的了解他只是在表演而已？我没有注意到他很色，就他主持很多节目啊，然后都结婚的事情啊，很漂亮啊。跟方念华比呢？不同，好歹也是跟未婚妻比吧，怎么跟方念华比？可是你在上我们节目之前，有人警告你说我们可能会问一些很怪的问题或什么的吗？会啊，很多人都在讲吧。那你最不希望我们问什么？就刚刚那一题嘛，刚刚那个啊 ，Yeah。You know, 可是其实不熟网球的人可能不太了解这个名字，是听起来像保镖的意思，可是也不是教练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是陪他一起比赛的人。就是我跟着他比赛，然后我主要的工作就是他的身体的保健，然后疲劳的恢复，然后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，帮他稍微 security 一下。所以如果徐熙娣问了他尴尬问题，你要出来防护吗？我不会防护，我马上扣外面的人进来。外面有人吗？你是我们餐厅的人吗？他们昨天就已经潜伏进来了。所以你今天来是纯粹要对付我们的吗？不是对付，我是做好万全的准备，因为这个节目很有名。他的心灵如果受伤害的话，也会影响初赛的成绩。当然会啊。所以不应该让他上节目上到失魂落魄的感觉。我们尽量控制了。好，好。所以你是说他身体只要一觉得疲累的时候，你就要出来帮他做一些事，是不是？不只是身体，心理疲累的时候也要。你是不是在打什么主意，要叫医生帮你按摩之类的？没有，因为我有听过那个别的运动员讲说，这个工作非常的重要。嗯，是说他一按完之后，他们就会立刻精力充沛，是吗？放松，就隔天不会酸痛。所以你要怎么跟医生措辞说，我肩膀很酸，帮我按一下？要怎么讲他才不会觉得他被使唤？不过他本来就是使唤的。所以对他不用客气。你可以跟叶岩说过来帮我按摩一下吗？没有，我就说我这边不舒服，可以帮我看一下这样。哇，虽然用看一下，不能说帮我按一下。我处理一下也可以。那他就会过来帮你，真的是纯正的按摩吗？还是就是带着医疗的？就治疗啦。哇，最近主持压力好大。哎，警告爆。看一下。一，我眼睛都不是，配合一样，好不好？我们这没有随便的出手了。对。多少？三。OK， 再一次。三。W， 他这个症状。你很无聊的。他这个症状很严重，对，要住院治疗。按摩师。你这个症状按摩没有办法解决，要住院观察。被调戏，你好惨啊！节目前非要你帮我按一次。彦勋今天还要来，这位是我哥哥，对吧？他都会帮我处理国内的一些事情。哥哥比你大几岁？四岁。所以你也是网球员，对不对？没有啦，其实我是打业余的，因为家里他比较烦，他一开始不希望我继续打球啊，因为我们家里的观念就是比较希望我们朝读书去发展这样子，对。所以你没有觉得不甘心，你先学网球，最后却是弟弟成为英雄？
其实还好吧，每个人天分不一样。或许你看我的身材，也许比他好，可是实际上他天分比我好一点。也没有人这样讲啊。他的意思是，他比较高大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因为我跟他走出去的时候，他们都会把他认成是我，因为他就是从旁边看的话，因为他一般人的想法就是他比较高，比较壮这样。可是他现在有打着你的名号出去，一直跟他说他是你哥吗？没有吧？没有吗？你没有在代言，有厂商代言找他的时候，你说我也要一起拍什么？没有没有，我们都很低调。真的吗？你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暗中跟广告公司说插我一个角色？这个我就不知道，我相信他。我以为你要说 A 级。你们说安排在脚本里面，我也要演。对啊，对他喝牛奶，我要演端牛奶上来。就是说，哎，弟弟加油哦。其实没有也没关系。可是你现在会被认出来，因为上了不少节目了吧？有时候会啊，只是说觉得很不自在。是出国比赛，女友需要跟吗？嗯，没有，因为他自己有本身有工作嘛，上班，所以可能一年两个比赛还是一个月这样子。所以他在场边看你比赛的时候，你们眼神会交汇吗？不会吧，我看球都来不及，怎么会看？就当然。因为他跟我教练坐在一起嘛，所以就是看教练的时候，就突然就是会看到他这样。那突然看到他的时候，会忽然跟他挤一下眼睛吗？我的问题不是这个，我是看他会有如有神助的感觉吗？觉得打球打会忽然有力量什么之类的？可以下次可以试试看，我没有试过。那回到他的问题，会挤一下眼睛吗？不可能吧？他来我都会知道，所以不能来 surprise 那一套，是不是？还没有发生，所以他在场边也不跟你玩飞吻啊，什么这些？不会啊，我们就是他知道我比赛都很认真，所以他不会。你如果是网球明星的女友在场边，你会怎样？我会穿得很性感，让他很有面子，就扣子开到腰那样，然后勾引对方，勾引敌人的那个选手啊！哇，你很厉害耶！而且那个摄影机就会一直拍你啊。是，所以你会希望女友在现场的时候稍微打扮一下吗？还好哎，就让他觉得舒服跟自然。网球转播的时候，转播的人会像足球的一样喜欢拍观众席上的性感美女吗？应该都会带到，像拉迪克他女朋友是名模嘛，然后这次的镜头都对啊，通常会带到家属席上面的。OK， 所以你有在观赏那位名模吗？纯观赏。进我们摄影棚的时候，有看到对面有六个女生吗？有看到。那你分辨出来谁是你喜欢的类型吗？出来，这需要时间吧？一年吗？还是？我比方说，如果他们坐在观众席的话，你会先看到谁？就是他们只要要看，因为只要有人喊的话，我可能就会就是大吼大叫说，没有，就是说加油，还是对对，那可能就会稍微会注意一下。所以你是看谁的嗓门大就看谁？阿条，你要用你最大的嗓门在观众席上大叫卢彦勋加油！好，一二三。你手这是什么？我要找一个纹路。糖糖，你是不是不看球赛？你有看？奥运那时候有看。奥运？对啊。看什么项目？棒球。所以你可以，你有办法大喊一声卢彦勋加油吗？好啊。哎，一二三。卢彦勋加油！我听不见，这个球场绝对听不见的。我觉得会被球员注意的喊声应该不是这么通俗的。因为他如果说卢彦勋加油，就是会混在球迷当中。那不然要哪一种？卢彦勋，卢彦勋，卢彦勋，哪里啊？是谁？卢彦勋，你真的是有事叫他？讨债吗？事情。卢彦勋上礼拜1000块还没有还给我，现在这种叫法，你不觉得会忍不住一直想要看到有什么事吗？这你会看他吗？我可能会瞪他吧。应该会叫爷爷把你抓出去。那不行，就是干扰。对啊。可能会就是，所以后面一定要接一些精神的喊话就对了。然后一直喊你的名字，像刚刚这样子，可能就会。所以如果女生穿这样坐在观众席，算是很醒目吗？就露，还是说其实欧洲很多观众都穿？对啊，欧洲很多观众，所以这样也不。而且比赛的时候夏天的时候，他们都是穿的比较凉快一点，对吧？对面的这六位，你刚才都没有跟你哥哥谈到其中任何一位吗？就是不会说正妹，然后就聊一下。没有机会啊！我刚刚进来他就分开了，所以我就走到后面去。所以你们两兄弟有规定说尽量不要聊一些这种太不正经的事吗？不会，还是会聊了，因为我们好像比较少讲到这种东西。然后也不会聊演艺圈的女生，比较少。对啊，比较少一点。演艺圈女明星当中，你们有归类出谁是最漂亮的吗？
我们用一题提问，有没有聊过林志玲？有啊，林志玲，你们会觉得她太高吧？就觉得她，你哇，这人太高了吧？没有，就声音跟她的身高好像就是不搭，对，很怪。这我没有讲的，真的，一高的人怎么他声音应该怎么会这样？好像是演的，对不对？你不愿意，你不愿意。话没，我懂。你女友是自然型的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他不会就是贴假睫毛，对啊，浓妆这样子，也没有水晶指甲，没有没有。然后他也是会打球的人，不会，他是药剂师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主持人吗？我们应该知道一些事吧？所以你需要教他打球吧？想啊，但是没有时间，但。所以他有时候也会，因为我都会问他，我都会告诉他说要去打球，要去打球。嗯、但他说，因为你都不教我啊。是用撒娇的语气吗？用抱怨的语气、啊。你为什么不教他打网球？没有时间呢、啊。那，你教通常任何人都不教吗？还是说任何人都不教？任何人都不教。对。好，今天有一位哥哥，有一位防护员，另外一位是。他现在已经升格当老师，嗯，现在在师范大学当老师。你好，所以你现在在教学生打网球吗？对，还有带师大的学生上普通体育课。所以你跟卢彦勋一起打球多久？从小就大部分一起，就从小就认识了，就认识，从小认识，然后其实他是我的对手。OK， 所以是手下败将吗？其实我有拜过他，他有打败过，对对对。所以你后来是，你不愿意跟他走同样的路，是因为觉得那个很麻烦？因为我有受伤， okay. 受伤的因素。心灵吗？同时啊。所以你跟卢彦勋对打的时候，他会发脾气吗？比如说，如果表现不好？比赛不会，练习的话有时候会。嗯。所以他发脾气的方式是哪一个路线？就是、他有摔过，卢彦勋有摔过球拍吗？有，可是摔的同时需要配合一些台词吧？不可能是安静的摔啊。不会，不会讲脏话吗？大叫啊，大叫啊，会打。摔的时候要讲脏话吗？不会讲脏话，都讲台语吗？当然了，我们是台湾人，当然是。所以就讲那一句那个最有名的那一句吗？一个字还是三个字还是五个字？看心情吧。这样应该就一个字嘛，对不对？嗯。那这样，然后他弹起来就是三个字。你老虎来决定。是不是又被打到吗？老二给你。然后落打到下巴，然后就把最后剩两个字补上。所以你骂是因为对手听不见，那个欧洲对手反正听不懂在骂什么，所以可以自由的骂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欧洲对手也都会骂欧洲话吗？他会骂英文吧，或者是骂西班牙话。所以你各国的脏话你都听得懂？稍微一点点。那他们会对着对手骂吗？不行啊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所以他们都是在生闷气，然后自己不可以吗？他们都转身，他们都网球比赛不可以，所以他们要转身去骂。他们都在吵地板。应该是说他也不能够讲出来，他只能够喃喃自语的这样子。可怜哦。所以你那个语调就也不能发泄到啊，因为你那语调等于是，这也不对呢。我没有听清楚。徐弟，你可能是因为他说你可能是全台湾唯一一个对他耳语这句话的人，你太古怪了。卢彦勋光临康熙，康永熙弟吃闭门羹。所以碰触这件事，你有很害怕吗？还好吧。所以碰触你也不会把我这样推开吧？因为我有防护员啊。够狡黠。我给你换位置。我跟卢彦勋很不好意思。你们俩是野党。在场边的时候，可以在他心理状况不好时候上去跟他不行，不可以。我们可以用眼神对望，给他发。我们是要坐在教练席嘛？比方说他显得很焦躁的时候，你要给他什么眼神？通常有时候我会喊几句台语，因为有时候要看状况了，因为有时候主审会注意嘛。对。那通常出去比较大的比赛，德国教练就会坐在旁边。对。然后德国教练就会用德文跟我讲，然后他看他讲什么，我就把他用成。最精简的那个台语，
台语，然后你的表情要装作是在帮他加油，你不能让裁判发现我在coach他，所以我就会这样。啊，可是我是在跟他讲话，我的表情很好。你可以示范一次，比如说他现在要发球，他现在在发球，他刚刚发挂网，然后那个教练就觉得他跳得不够高，然后就跟我讲，用德文跟我讲说 springen 就是跳跳。对，那我就这样，啊跳起来哦，啊跳起来哦。那我还会再确认他，他回头过来，我怕我会喊太小声。喊太小声的话，我还看啊，我跳掉吧，我跳掉吧。那他用眼神回答说知道了。他会稍微点一下头，反正裁判也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嘛。所以他从来都不会说下下。不会啊，他有时候会稍微，我看到他眼睛瞪大一点，可能就听不清。我有时候在喊的时候，那个 timing 观众正好在加油，在加油，所以都要挑啦。我觉得这样讲英文的球员不就很亏吗？他们的教练搞不好也有在喊啊，很其实都多少都会啦，但是不一定会支持，不是那么夸张的说，哎，等一下这球打那边打那边不会，他就稍微给你点一下，就是你要注意的地方，是还 OK 可以接受的。所以平常是不能讲得太严重就对了。基本上是应该是不行啦。所以如果在台湾比你就不能玩这招，因为大家都听得懂你在讲什么。台湾的话，我就跟他喊德文啊。因为台湾的调解，大家说不调。所以每个其实每个教练都会找个空档做这件事情，多少都会，只是我们不知道。那我现在是跟燕馨有在研究说，因为我之前带棒球嘛，我现在是有在跟他研究说，是不是到时候我们就是比这个，可以吗？有网球选手没有规定啊？没有，不一定是不是？没有规定，因为他不知道你在指比什么或指什么的时候，他没有办法。他打得不好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样让他立刻重新回到稳定的状况？他打不好，他比赛完，通常我会先大概半个小时还是一个小时，我让他自己去想沉淀，因为其实网球选手他们自己的那种个性哦，我刚来的时候我也不了解，因为他常常会自己跟自己讲话，就是打他可能就挂完的话就转头过来，然后就阿咪不是鬼故事。他会跟他自己讲话，就是在自言自语这样子。那时候不习惯，然后我有时候呢，我不了解那个状况，我会觉得说，是不是他今天我哪边没有什么事情没有处理好，他在发脾气。后来才知道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你知道你在自言自语吗？我知道啊，就会自己跟自己对话。你是故意讲给旁边人听的，还是讲给自己听？也没有故意讲给旁边人听吧。可是你的对话是说什么？卢彦勋，你刚才那球怎么会打成这样？他说，我又会说你是白痴吗？还是怎么样啊？类似这样。然后还要再会回话吗？说，哎，我又不是故意的。没有这个，都不是魔戒，我没有这个东西。所以就是责骂自己。对啊，或者是说你今天是怎么搞的？还是反正就是会讲，就是就怪自己，有点会问自己的意思。那他不要过来说，哎，你不要再怪自己了，是吗？他不会啊，他没有那么感性吧？所以他自言自语的时候，你就让他去哦。先就是要让他把那个负面能量先释放掉，要不然因为在那个当下，你什么跟他讲，他也讲不进去啊。所以他有骂过你吗？没有骂啦，他是偷偷在后面屌而已。对，他在后面屌你什么？你屌我偷偷屌你，你怎么会知道？就是感觉上那个眼神啊，那种眼神，后面啊，没有，就是他心情比较不稳，就是不好的时候，我们会先让他自己先沉淀下一下，再去跟他讲。对，所以你的工作就是要每天跟运动员在一起，你万一遇到讨厌鬼，不就是很难做下去吗？没办法，为了生活啊！不要讲那么心酸的话。没有，他意思说他忍很久了，他忍我忍很久。他有一段时间，我们不要中计啊，这在挑拨。有一段时间，他让你觉得是比较需要适应。燕勋还好，他其他的那个他的那个 EQ， 他的那个情绪的管理算不错，他可能就是球场玩。我们回到饭店就差不多了，所以你也不会讲一些巴结他的话吗？我觉得我们的那种共识跟我们的感情是建立在这种革命情感，不需要再用这种虚伪鲜美话去。好寂寞，对啊，因为一些夸奖话。因为明星如果换了一套衣服出来，旁边人一定会一直讲说哇，小 S 你好漂亮什么这些，他听了就会很高兴啊。你们对卢彦勋没有这样？我们是用心灵的感受，我们是那种片面的言语，那种很表面的东西啊。因为真的讲十个讲说哇，小 S 你很漂亮，十个里面真的都是这样认为吗？未必啊，是场面话。我们家实在运动员啊，可是你知道他这样打完一场这么精彩的比赛下来，然后大家就直接说不错，然后就没了耶。他们都不玩那一招吗？都是哇，你真的超棒，你太帅了。你刚才那个什么内球怎么样？简直是世界第一，不讲这些吗？不会讲到世界第一，就说啊，有你拿几球。
打得不错啊，还是说哇那几球怎样？那我们也会讨论说对手哪几球打得不错啊。就是冷静的，语气就是这种频率吗？不会再嗨一点吗？我们不会乱叫吧？我们不会乱叫，反正就是正常这样对话这样子啊。那我们演艺圈真的太三八了，就是。可是会不会其实你心里也蛮希望听到很嗨的夸奖？不会，但是就是说哦，他只要肯定我打哪几球，当然是会对我来讲会蛮高兴的。但是问题是说，假如说啊你是世界第一，我自己就知道我不是世界第一。那他这样讲，我觉得他根本就是拍马屁啊，就恶心了。对啊，啊，可是演艺圈人不行啊，我们一说你天下第一美女啊，他就很高兴的接受啊。因为人还是事实需要听一些这种。没有，但他认为他是天下第一美女啊。是，不是？没有，我说你也认为是啊。对。那如果碰到讨厌的对手，你们言谈中会一直讲说那王八蛋什么？不会啦，我们不会这样。不可以吗？我们会啊。我们会讲说，人家就是要处理，不要让他这么嚣张啊。那有些可能就是臭屁那一类的，他们就是走过去就把你当空气这样，然后比完赛也没有礼貌性的握手，就直接走。这个那个是一定要握手，你没有握手一定被罚钱嘛？没握手要罚钱？要罚钱，那是因为那是网球的一个最后的一个规定，一个运动家精神的表现，所以那一定要握手，因为有前几年有几个选手没有握就被罚。那如果对方跟你握手的时候顺便抠了你两下，那我假装挥拳啊。没有握手要罚钱哦。对啊。那握手的时候不用规定要微笑吧？不用啊，就是有些当然说啊你打得不错，会讲话，但有些他们就会还会突然给你垃圾话，对啊，讲几句这样。像什么？你说冷嘲热讽哦。对啊，就类似这样子。就比如说啊，你这次运气好，或者是说啊，你下次只要来哪里，你就不会怎么样。有真的假的？会啊。糟糕。那怎么回？就不要回他就好了。不要回？不是应该回骂他几句吗？他六个字嘛。那可能握手长达六分钟，就一直在。就是他们会讲得很快，他们就会啪啪啪，然后就走，然后他头就转。所以靠近的就是说，你现在就知道厉害。我只有唯一是跟人家真的回的是打完之后，因为其实那一场他比数是领先的。那后来我不知道无缘故他是耍逞英雄还是怎样，他就一个球扭到脚，那后来我赢了那比赛。那因为其实场边很多留学生在美国的时候在帮我加油，然后他就很不爽这样，然后握手的时候他就说。你们外面那些观众，脚下是到哪里，我一定全部把他杀掉。好坏吗？真的假的？真的。用英文讲吗？用英文讲。我说没关系啊，那你下次你把他杀掉之后，你来台湾，你也不用活。我也把你杀掉。我说你也不用活了，因为他。你们怎么会讲的？这什么对话？因为他就我是觉得说他，因为他很生气，他本来可以赢的比赛，情绪失控了，对啊，所以后来因为裁判长也站在那边嘛。那我跟裁判长，我转过去跟裁判长，你有没有听到他讲什么？啊，裁判说你们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不要这样子，对啊。所以你说 next time you come to Taiwan, I will kill you 哦。没有，我说 a lot of people will kill you。然后他就说 I'm kill you， 他说 kill you， I kill you， I have a lot of family。烦死了。因为他这个话你说不幼稚吗？这一次回来被这么多节目跟媒体邀请，你们彼此会。感叹一下，说现在才来，以前都从来没有人关心这些事。多少没有想到这个层面，只是会觉得说，他温布顿这场打起来之后，我就觉得讲说那个世间的人情冷暖吧。所以这种时刻会让你想说，还是不要当运动选手，这当了很寂寞，都没有什么人关心。也倒不会。我们不是说要打球，然后要成名还是怎么样？我们只是说啊，一开始是喜欢，然后后来自己有一个目标，然后想要去达成。那当然，其他的东西都是附加的嘛。是，对吧？那所以你可以问我说啊，我现在还以后脚还有选择的话，会不会打球？我觉得我还是会打球，但是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做选手，但是我还是会选，就是会打网球这样。有在运动。吴彦勋求婚计划，你有担不牢？很多运动选手都想要把婚礼办得很浪漫。那想问吴彦勋，我想把婚礼办在网球场。假如说求婚的话，是有可能会发生。我已经在暗中计划了。我说有可能，但是不知道会发生。这样会让我们每一场都
期待，所以我做了一百场。你要整个比完，然后要蹲下来绑鞋带，还说我愿意。你的工作是偏哪一方面的？我是那个软体工程师。你好像，对，很像。所以你就是公司那边先请假吗？对对对。所以你现在还需要继续做那个工作吗？还是你已经忙到应该要专心做燕勋的经纪人？我想这个可以在之后再去规划了，因为说真的，这一阵子忽然间这样子，大家关注过来，然后其实我自己也是有点乱的头寸，然后有很多莫名其妙想不到的电话邀约来吗？对啊，对啊。你接过目前最另类的工作是什么？打来敲你们？也没有，就是因为大家有各个媒体要来邀约嘛，然后有一些有没有时尚 party 叫他去参加的？是目前是没有，还没有吗？对对。有没有请你们参加什么私人聚会的？说真的，他的时间真的在国内时间很短，他一年其实在国内可能不超过2个月吧。嗯，对，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。那回来说真的，他从温布顿到现在，虽然我们在国内停留2个礼拜，可是他真的休息时间我看不到3天了。哇。对啊，所以说你说真的要我们去参加这些派对什么，我想他也没有这个精力去啊。所以你一年当中会有可能有那种1-2个月是可以充分的参加这些乱七八糟的活动的吗？可能1个礼拜、2个礼拜休息的时间，就是完全你不去做任何的事情，就是练习还是怎么样。但之后你还是就是整天就是要回到球场上。那一个礼拜完全不用做事的时候，你在家就是一直瘫在床上吗？嗯，倒是没有吧，可能就想开车出去走一走啊，在台湾游山玩水。对啊，就可能找个地方，然后可以反正就不用做任何事情，住旅馆也好，躺在床上发呆。对啊，所以可是那个礼拜就要陪女友吧，就是需要是她在你旁边一起进行这些事。进行这些事，就是比如说要游山玩水，你得带他，不然他就说你都不陪我了，是不是？假如可以的话，我当然就是都会的，就是带着他。对啊，但是重点是他都还是要工作上班，所以他现在还要工作吗？他没有辞职变成你的专业？没有，他现在当然，其实在温布顿前他已经有打算休息一段时间。但是并不是说我打这样子的成绩，他要想要休息，是说他自己本来就规划这一段时间，因为他自己的事情。对。今天呢，6个妹妹会有些问题要问卢彦勋，好，我们看他们问一些什么问题。彦勋，请坐哈，欢迎。你知道那个卢彦勋今天来之前，除了防范你的问题之外，网络上有人提醒他，就是你会碰触他哦。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啦。是，所以碰触这件事，你有很害怕吗？是还好吧。还是你是有在期待我碰触你吗？没有想过吧。所以碰触你也不会把我这样推开吧？因为我有防护员啊，他就把我挡住了。真的吗？我觉得叶先生可能不会打扰你。如果那要不要试试看？哦，这样。你有够脚，你有够脚。我给你换位置。我跟卢彦勋，不好意思啊。你连男生也打？那个打电话去。哎，到了。带出去。哎，我摸到心里了。你们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幼稚？好了，回来，不要骚扰。所以，卢彦勋，你如果在外面比赛的时候，粉丝碰到你很兴奋尖叫让他抱你的话，你会让他抱吗？就会跟他拥抱一下。所以台湾还没有发生吗？应该很多人看到你尖叫拥抱吧？1-2次吧，没有很多。OK， 我觉得都大家都蛮镇定理智的。真的吗？所以如果抱的时间超过2秒，叶先生就会出来扯开吗？他尽量不要让这种事情发生了，没有了。叶应该不会随时在旁边吧？对啊。可是叶先其实很有型哎，说不定他也会得到很多粉丝才对啊。有人会看到你然后尖叫拥抱吗？不会，没有吗？因为他们观众出去外面比赛，一般人看到我都觉得我是他爸爸。你没有，你看起来啊，今天有特别造型啊，今天有他有化妆。你有化妆？尽最大努力啊，没办法。你化哪？你加强了哪里？我怎么看？我要问你们工作室。
好，我们的六个妹妹呢，写了不知道什么样的问题在摆明她，先不用拿起来哈。那个燕勋，你来点第一个吧。那就点刚刚加油最大声的哈。哦，阿条吗？好，我看看你的白板。你要不要自己过来闻闻看？不用了，你可以靠，我要看你可以靠近到多近，叶仙就会把你挡住。极尽所能的接近他的脚，尽量尽量。有味道吗？没有了。没有吗？还没有脱啊？又没脱鞋，怎么会闻得到？所以你方便把鞋脱掉，让我闻一下你球鞋。不要闹了吧！不要闹了吧！我是不怕，我是不怕臭了，但是我是怕我等下穿不回去。为什么穿不回去？就不好穿。没关系，我们可以等你啊。不要了。所以你是有脚臭的毛病吗？没有，除非是真的我运动完没有洗澡，那一定因为流汗嘛。那是汗臭跟脚臭。那是汗臭跟脚臭没有就。那叶先生脚臭吗？我没有啊，谢所有讲过吗？那是饭店的床单没有洗，他搞错了。你闻到过对不对？也有一次他帮人家按摩按到，因为那个选手他也觉得奇怪，这味道从来他说奇怪这。那个 waiter 怎么没有帮我们换 housekeeping 没有帮我们换那个床单，怎么一个死狗的味道？然后后来他也是很坏心，他也是按完他什么话都不讲，然后之后他说要走之前他说刚刚那个味道其实是我脚的味道。哪位主持人一定跟他交往过脚臭的男生吧？没有，是我自己就有脚臭。你是运动的吗？对啊。你是什么运动？有氧舞蹈。所以跳完常常脚很臭，是不是？对。但是就是流汗啊，流汗。邱小姬，我看看你的白板。哦，好油。这题还蛮……这是正式的题目吧？这不是恶搞的题目。对，这很重要。我就是说，我没有特别的，就顺其自然就好嘛。也没有顺其自然，我知道，因为我知道我这个礼拜在比赛，是，所以我不会去。就是做任何会影响到比赛的，所以就是那个比赛的那段时间也不要跟女朋友见面。会见面啊，如果你能够体谅你的男友正在过这种生活吗？可是因为他如果你会闹是不是？我觉得我会闹一下，哎，就跟他撒娇啊，说我很想你。那如果解释就是说我在比赛，我们这礼拜就乖一点这样，那我会理解。可是就还是时不时会闹一下，所以你从来没有用过我这句台词说我在比赛，我们这个礼拜就乖一点吧。他知道了，他知道，所以他不会真就是这样子，对啊。他不会过来撒娇，然后把头靠在你的腿上什么这一类的。靠在我腿上，不会要示范吧？就比如说像是这样啊。我示范一下，我示范一下。你很敏捷，你也有在运动吗？卢彦勋指导挥拍，犀利破了卢彦勋的发球局。可以指导小 S 基本的挥拍动作。我会教我怎么挥拍。知道吗？知道这边。拉那么眼神。这不是国标舞，就拍出这个。对对。然后之后你的左脚跨出去，往前。我这样子，因为我真的比较不熟，就你就会先拉拍，然后你这只脚会跨出去，然后就跟着身体就会摆动。所以你是用这个肌肉在运作吗？什么意思是网球？其实我想问他，因为很多运动选手都想要把婚礼办得很浪漫，那想问吴彦勋，我想把婚礼办在网球场，就比如说比赛完突然跟你的求婚。哦，很有趣啊，可以吗？假如说是求婚的话，还是是有可能会发生啊。但是假如说要把婚礼办在网球场上面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真的吗？不可以租？没有，我说不，我不会去想的，因为我觉得我整天都在打球，连婚礼都要办在网球场上面，那也是太夸张了。可是有可能，比如说比完赛突然下跪跟他求婚，这倒是有可能。你不会已经在暗中计划了吗？我说有可能，但是不知道会不会发生啊。你这样会让他女朋友每一场都在期待，就做了一百场。你要怎么比完然后要蹲下来绑鞋带，还说我愿意？我觉得过一百场没翻，他女朋友会翻脸，就恼羞成怒。好，小桃对不对？
来，我看看你的白板。Touch。但是就是想问一下，因为刚刚，卢彦勋先生都没有正面回答说他有没有就是腹肌或者是什么，这样所以只局限于腹肌，还是说任何肌肉？任何肌肉其实都可以。这个可以吗？大概看可以的两部好了。好，两部。两部可以看。他说可以。你要问他，当事人，我老板还没说可不可以看。我不知道要看要。他说要看。可以看小腿肚。小腿肚要看啊，我裤子拉不起来，你还要看？不要看小腿肚啦，少做点腹肌吧。不然就到后面去，这样燕轩就不用害羞。燕轩很爱出主意，还说你就这样挤一下，就这样挤一下。你就摸就好了。他让你摸，可以摸吗？可以伸进衬衫里面摸吗？伸进衬衫，快一点啦，英雄哎！可以在一边吗？你要掌握机会哦。他都可以伸进，可以吗？伸进去啊！他答应的。啊，我没有了哈。没有吗？不能伸进去，不能伸进去。那小 S 呢？小 S 要经过他的同意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路人不用经过？因为你是比较高规格的。可以吗？你是艺人，我们的标准会高一点。可以吗？啊，那个防护会高一点。对。就你进去挡。因为你今天挡太多次，你要开放一次才行。他开放了，五分钟后。你坐过来一点好，我就站起来。你要把我好了，不然看叶先生的好了吧。我没有了。你没有吗？我啤酒肚了。喊唐，我看看你的白板。就是我们都知道，就打网球需要耗费很大的资金啊，就是可以考虑发个 EP 或写真集，让我们一般市井小民这些球迷可以支持你。应该会有这类的邀请吧？邀请你拍写真集或者 EP， 出那个单曲唱片。我不知道哎，还没吗？会不会哥哥自己已经是签约，出一整张专辑啊，十首歌？那我弟也不会唱，可是我还蛮会唱的。目前是没有这样的考量的。那写真有人来敲吗？目前也都还没有去谈到这些事，因为对啊，这次回来的时间真的是还蛮短的。那当然之前我们有想说会想要去发行一些，比如说他一些纪念的，比如说像这次温布顿，也许将来我们可以去做这样的规划。嗯，对。纪念 T 恤或什么那一类的。对啊，对啊，因为毕竟这是很难得的一次。纪念 T 恤上面会有你的脸吗？就卢彦勋会帮他搁在后面的。没有没有，在国外是有发行那个球员卡了。是我们这边有一个他的包包，是他，这是你平常出去比赛随身的包吗？对。然后里面的装备我方便看一下吗？嗯，可以啊，但是就也不是完全啊，就是一些东西我都会放在里面。你一次带几个球拍？我都会带5到6支吧，但今天只有带3支。我们这样乱摸你的球拍，你会不会觉得很害怕？不会啊。所以一次带5到6的原因是？会因为球线会断，比赛当中球线会断，那或者是说那个磅数会退，所以你要再重新再拿新的球拍来打。你可以指导小 S 基本的挥拍动作吗？他费德勒就很厉害了。他如果赶上来指导小 S， 我就会杀他。真的啊，可以啊，就是要这样晃，有没有？转球拍。你已经接近，你已经接近被杀的边缘。你还敢再更靠近吗？不用不用。所以请问基本的是有固定的拿法吗？他这些就是那这种有角度。怎么握了？够了，我想做球拍。干嘛呀？不要靠过来，你教挥拍怎么挥？你哪一种？状态近，你没有空间，你没有空间。那你教我教他好了，转。警卫把这个带走。那个，该出来了，出来。我也有出来，快！不要比，不要比宝宝。正常教，正常教一下就好。不要闹场啊！意思。你就其实你打球的时候脚不能够站宽嘛，对对，有点，然后要脚有点半蹲，对，要这样，对对对，然后是不是这样？对，然后需不需要弹？需不需要弹？要左右，左右，要不要弹？好，对，哇，你这样就没有空间，你这样没有空间，挥拍，挥拍，怎么挥？你教我怎么挥？快，就你要先拉拍嘛，就拉到这边，拉什么延伸？又不是国标舞，太开心了。对对，然后之后你的左脚跨出去，往前，我这样子。也是有点这样，是不是？对。弄给我看好了，因为我真的比较不熟这个。最基本动作就是你就会先拉拍，然后你这只脚会跨出去，然后就跟着你身体就会摆动。所以你是用这个肌肉在运作吗？
我干嘛了你知道吗？我哪里都没有学好了你学好了算了算了不好意思好，所以除了球拍之外，其他的部分包的是，你要带这么多球衣啊？会，因为要练习要换啊。那当然，那几件是我可能今年夏天要穿的。那这个是运动饮料，就比赛中间我们补充的电解质。哎，这超重的耶！这个是粉要泡是不是？就是泡。所以你真的自己扛这个包吗？没有，但这个话可能到球场我就会交给他了。平常练习我都会随身带着。面罩。他也不是杀人魔。被球迷认出来的时候带这个。那个是护踝。护踝。因为我之前有受伤嘛。OK。就有扭伤，所以要保护。哎，这个我看不出来是什么哎。蛇。这应该是绑在手这边吧。量血压吗？注射。这个是什么？我看不出来哎。对，就是做我们赛前热身还是练习？只是说加油。赛前热身我们会用这个去做一些关节的活动，这样。这个你可以试试看，是。比如他现在热身，他我们到球场了，然后他可能已经慢跑完，身体已经热了，然后他可能关节每个关节要动，我就开始会站个定点让他做。对，那他在做的时候，我都会要求他就是尽量，那个要做到位，然后要保持微笑这样，因为很多观众要拉到多紧，真的做的时候，真正做的时候不用太紧，就是有稍微感觉有阻力就可以了。那万一放开手，不就打到叶？就打到我啊！放开，我有时候对。是很少，是有时候拉到，因为这橡皮筋有时候会老，就是会老化，然后曾经有时候拉到洞就打到我这样。哎呦，罗彦勋，你这一次回到台湾来就是被这么多人访问跟注意，你有不习惯吗？有点不习惯。第一天到机场的时候就有点被吓到了，是真的被吓到，不是在客气。因为他一定有人预先跟你讲，就是我哥有跟我讲过说有很就是你可能回来要开记者会这样子，但是我没有想到我一出就是从飞机出来，在那个登机口就挤了这么多人，我自己也吓，我以为是在我拿完行李之后，在外面开记者会，有心理准备的那一种。对对对，但是突然这样，我自己也吓了一跳。那你当时记者会要讲一段感言的时候，你心里有没有非常害怕？害怕倒是不会，只是没有准备好，因为脑筋有一点一片空白，因为坐那么长的飞机，然后到台湾又要突然又要想这个，然后又怕漏掉什么，对啊，所以就是有点，就是。讲的有点不太顺，还是就是怕忘东西。是，罗彦勋接下来的家庭生活也会被报道哎，一定会。就是你从现在开始筹备婚礼，到真的婚礼，到婚后生活，都会开始被报道哎，这样会不会觉得很烦？不会，应该不会吧？不会。可是万一比如说你跟女朋友真的是分手了，他们就会一直追啊。你也可以讲结婚啊，你为什么要讲反对？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结果，他们就是会一直追踪你的感情。对，或者怀孕了，或者是有小孩，他们通通都要报道。对呀。你有做好心理准备吗？可能不会，因我觉得这应该可能是一两个礼拜的热潮。如果你哥哥很用心的帮你接了很多广告，开始有洗衣机啊，什么牛奶啊，对，那汽车广告你就会变越来越。但我们还是就尽量不要公，就是公开生活，公开的生活嘛。这当然，因为我们有自己是。所以你的未婚妻是到目前为止都不愿意陪你一起上节目。对啊，他没有，他很怕露脸，应该是吧？没有，他就我觉得他意愿就是不高啦，所以我要尊重他，就所以他也没有想要被大家认识。是啊，对啊。你回去会跟你未婚妻报告你今天大腿被摸的事吗？会跟他讲一下吧。你要怎么讲啊？啊，我大腿被摸到。我说我的防护有没有防护好？我不会讲，希望成为你美好的回忆啊！我们会拭目以待你更多厉害的表现。谢谢你今天来，谢谢。